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甘肃兰州啊，来吃一个当地的特色烧烤明火烤串啊。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个是羊肉串是吧？嗯，羊肉串。羊肉串，哇，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种烧烤啊！看，这是一块一块吗？对，一块一串。一块一串哦，咱们看一下这个价钱啊。羊肉串是一块一串，羊筋一块，小腰子一块，哦，大腰子是五块，哦，这个就是大腰子还是小腰子？大腰子啊，哇，这个大腰子五块，这个价钱不贵哦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明火烧烤，直接在火上烤的啊。我们以前在那边，在老家那边见过很多烧烤，还真的第一次见这种，以前都是用那种炭火，就是不见有明火的那种烤法哦。哇，你们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，师傅？快30年了吧？快30年了，哇，哇，这个是真有感觉哦！看这边调料，盐、辣椒面、孜然，哎呀，我已经流口水了啊！哦，这个小盆子里边，哦，在这火上加热一下，看这个油滋滋冒油哦。这个壶里边加的是什么？羊油啊，哦，羊油，哇，看有没有感觉？你们千万不要晚上刷到这个视频哦。哎呦，看，哎，漂亮了，这都是有人点的啊。腰子，这个是五块一串，这个羊肉串你看也相当大，这个是一块一串。好了，哎呀，看漂亮吧。哎呀，你们是从几点做到几点？4点到11点。从下午4点啊？下午4点到11点。晚上11点。这个哦，这个都是提前穿好的串儿。看这个肉啊，新鲜哦。1块钱一串的烤羊肉串啊，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了啊。现在在这个很多夜市上的这个烤串一般都会2块啊，1块5两块，最少要1块5。哦，这个是烤饼哦，还可以烤饼啊。嗯，哦，这个饼是怎么是加羊肉串吃还是直接单吃都可以啊？都可以啊。漂亮，哎呦，还倒上一层这个辣椒油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真的看着就过瘾啊。这个饼怎么卖呢？2块钱一个啊！哎呀，这个真的，如果晚上饿了，来个这样的烤饼，再来上10-20串这样的羊肉串、羊筋，夹在这个饼里边，那真的是太享受了哦！我看这个饼刚卖完了，又送过来这么多的小饼。师傅，你这个一次最多能烤多少串？这个能烤100多串啊！哇！厉害了，看这个撒的是盐啊、哦，盐，饼，哦，你看这个，看这个小胡子，哇，这个壶也有年代感了啊，看上去，已经烧的已经包浆了，看，辣死，你们这个辣椒面辣吗？辣，辣啊，啊，这边也能吃辣，你看，撒这么多辣椒面子。你们做30年，从最刚开始就是用这种方法吗？就是用这种明火烤哈？兰州市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个真的是第一次见啊！哇，它这个烤还是很快的。这个从上火开始烤，要烤多久就 OK 了？1分多钟啊！哦，哇，这个火大，明火还是快哦，1分钟就 OK 了。看，步骤的就是先往上烤，烤完了撒盐，撒完盐之后往里边浇一点点的这个羊油啊，再撒上点辣椒面，最后再撒上点孜然。哇，这个看，最后把这个小托盘在这个火上烤一下，这个辣椒油给它炸一下，就跟是。
加个饼，我的，对，我的二串，然后加到饼里边，再来两个腰子，腰子加吗？腰子不加吧，哎，看，哇，我感觉这个饼啊，不加肉，单吃应该也好吃的，看，也好吃啊，哎呦，好看，漂亮。看，哎呀，烫到手了，烫的很。好嘞，谢谢。啊，两个鸭子，两个鸭子。嗯，他们生意是真的好啊，但是也是很费功夫的。上午要在家穿这个羊肉串，下午出摊来烤，而且卖这个价钱确实不贵。全国都难找一块钱一串的羊肉串，现在啊，我是4-5年前在义乌吃过，那种推着羊肉，推着这个自行车在路边烤的啊，现在也不多见了。看，就是不管是腰子还是羊肉串，步骤我看都差不多啊，但是它烤完之后，然后加点这个羊油，在这个小盆子里边，跟油蘸一下，油炸一样啊。那个火我又打了，因为它这个上面有油，稍微往上一放，一滴油，这个火就哗就猛的就起来了。哇，这么多辣子，
明火烧烤，还有手抓。我们穿这个明天准备去尝尝那个手抓，就是手抓羊肉。这个饼完全是吸收了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汤汁啊，看，哇，舒服。太噎得慌。就是你们啊，有没有吃过1块钱一份羊肉串，5块钱的大腰子？